就一块芒果在我们产地其实不值钱，就是被那帮坏人两三块一斤收走，转手卖给你们七八块一斤。看一下这个品质啊，这种都是当肥料的啊。看一下我们家还有很多这种好的，如果你喜欢吃，你来我直播间十几块我给你发满满一大箱。那些主播带货翻车现场，黑蒜特别好吃，但是这个蒜哈，它真的是蒜。70多块钱一罐，不是说，吃完了，说是像栗子，特别甜。老板娘怎么卖的？老板娘不卖，老板娘送的。我说你们家垃圾袋，来看一下我们家这个垃圾袋，10斤、20斤、30斤，它不是普通的垃圾袋，它是钢袋，抽绳式的设计，不易伤手，可以承重30斤的水。今天来我直播间，9.9块给你发1卷、2卷、3卷、4卷、5卷，一共5大卷，还包邮到家。都问我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？甜。现在枇杷熟了啊，这是我们家的枇杷，特别好吃，一点也不酸啊，一点，一点也不酸，特别好，可以回家来尝一尝啊。卖的啥？卖的柚子哈，可以看一下啊，卖的柚子，甜不甜？肯定非常甜哈，咱这是三红蜜柚哈，我给大家尝一下来，非常甜哈。很甜，甜！哎呦我的妈！说的话粘什么的话，一辈子都不会掉啊，非常非常的强力，可以粘任何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拿这个做一个实验，大家看好了，我给它粘上啊，咱们涂抹均匀，往上一粘啊，看好了，非常好用啊，好用，咱们赶紧下单啊，9.9块全国包邮，看好了，铁子们啊，1、2、3，松手，看着吗？粘上，老老实实。来让小姐姐坐到屁股下面看一下会不会烂，你买回去去做同样的测试，跟主播做的测试不一样，直接退回来，来，鸡蛋有人碎掉，家人们，来，牛逼不牛逼，家人们？原价33.9块，现价只有32.9块。不愧是好东西，只便宜1块钱。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和益生菌，是乳酸菌调理我们的肠胃，而益生菌提高胆固醇，降低免疫力，降低免疫力，提高胆固醇。不对，不能降低免疫力，降低免疫力不越吃越坏了吗？你说降低胆固醇，反正也卖不出去。你这个叫冰种翡翠手镯啊，我直播间看到品相最好的就是它了。这个能值多少钱啊？这个拍卖价应该在100W 以上啊。去年佳士得拍卖也有过类似的产品啊。怎么可能只是这么点呢？你多少入手的？您再仔细看看。你别笑，朋友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！我们专业鉴定机构啊，你这样就不地道了啊！我刚才也是看花了眼啊。都抽好了啊，这都碎成啥样了？咱把钢化膜揭开看一下子，里面的屏幕稀碎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咱钢化膜一点事都没有，你们就说咱这质量多好吧？然后那个，不行，我实在编不下去了。来来来，你没看？别人拍作品啊是为了挣你们的，我拍作品啊我可一分都不敢挣你们的。一块就一块芒果啊，其实在我们产地不值钱，但是被那些坏人几块钱一斤收走，转手卖给你们就要十几块钱。
看一下咱们的品质。我操，这种啊，我们都是当肥料用的。你要是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，像这种好的，十几块钱。一年了，你们天天问我黑布林甜不甜，我都快让你们给逼疯了。大丰收现在熟了，而且很便宜，你们自己买点尝尝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有家博物馆倒闭了，委托我们给他们清货。这是虎啸山林图啊，家人们，它是唐伯虎唐寅画的画。啊！哎呀，我听到母老虎的叫声啊！你现在下单，我送你唐伯虎亲笔签名的收藏证书，行不行？除了这些名贵的字画以外，我们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？三、二、一。陕西咸阳出土的水晶琉璃奥特曼坐像，距今1300多年历史。琉璃奥特曼通体琉璃打造，造价之高，工艺之美，贵冠全球。水晶琉璃奥特曼坐像，奥特曼的左手拿着一瓶可乐，寓意做人最重要是开心快乐。据说琉璃奥特曼许愿非常的灵验。家人们，把你的愿望扣在公屏上，由奥特曼为你实现。谨慎许愿啊，记得报身份证号啊。三，奥特曼才知道你是谁。二，一，结束。那家人们，我说一个车。准备。十分钟是吧？今天你也想不出来。家人们，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强力生发剂。我们在强力生发剂独家合作。哎呀，这王叔什么事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王叔就是擦干净。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继续，一涂上，马上就会长。王叔怎么长头发了？一定是刚才你不小心把手里的生发液洒在王叔头上了呀。我不小心把我这强力生发剂倒到你头上，导致你长出了头发。不要等，那这样，啥也别说了。陈可柔，你把我们的那个脱毛膏拿上来。不是阿爸爸，拿上来。这是明天要上架的产品，今天不能拿呀。我要给王叔一个交代。王叔，我给你整上。王叔，这是我们的脱毛膏，涂上去什么头发都会掉下来。我不想把它拿出来卖。这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不会相信啊！看见了吧，王叔，满意不满意？满意。家人们，生发剂、脱毛膏，我满意送一。不是，不能买一送一啊！我们一样产品买两样产品的价，家人们真的是太不划算了。我说一个数，该死的阿毛哥，就是吧。不能这样，各位家人们。我们这款皮衣呢，外面啊，它采用的是阿姆斯特丹头层的牛皮啊，两排走线呢是阿廖沙的金丝走线。有家人说看不清，我们近一点，再给看清吧。它呢是只有智商180以上的家人啊才看得到啊。那些说看不见的是你智商不到180，都能看到的。你这种人少一点上网，你容易被骗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别说。这个是我团队里面的 loser 阿苏，这样看起来他啥也不是。那么我这个这么贵的衣服，它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呢？来。刚才是个 loser， 现在深圳有套房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针灸，我们这就是皇家裁缝啊，一针一线。陈雪柔，为什么这里少了一个钻石纽扣？啊，刚才在啊，赶紧找！我刚才没找见。我们直播出了点小事，就少了一个钻石纽扣，那我只能清仓价把它处理掉，原价800万英镑，那处理价，我说一个数，就是吧。我祝你手上这个是10克拉南非糖心钻，市场价多少？98000元。但至今天价格直接去个零，9800。有的家人说9800还太贵，那我再去个零，9800。9800，我们全都没办法去卖这个钻石。你为什么改合同？你怎么撕了？合同不要了，我要给家人们带来福利。就算这样，你那些穷粉丝能买得起吗？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你不能看不起胖家军。阿松，把价格给我改下来。改多少？改到98。98。98。胖家军买，让你看看。赶紧把价格改下来，要不然我的筐子没了。兄弟们，冲啊！别管我，最后100单。来开瓜验货啊，看这质量啊。哎，这个不行了。这让你看看我们农村的牛奶苹果有多么鲜嫩多汁啊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，来尝一口啊。
闻闻。哎，依然是这么肥美，样奶了。你以为我要卖菜挣你钱吗？那你可错了。我想表达的是，我们家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比白菜还要便宜。看一下，每一个都是像红宝石一样，满满的花。我操，这个坏了啊！这种我们就不发货了。喜欢吃的话，我们家还有好多好的石榴，这个咱就不发货了。给你们看看这个莴苣多么的鲜嫩多汁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等等，这都不算什么啊，还有更狠的啊！瞅瞅，给你开个西瓜，看看这西瓜了，看看咱家这西瓜多么鲜嫩多汁！哎呀呀！这个呀，不是菠萝，这个是咱们海南的金钻凤梨。像这种凤梨啊，我一天可以吃30多个。今天啊，咱们就尝尝这个酸酸甜甜的果丹皮。糯糯的全家福啊，其实我很少吃这种黏的，有一些的老铁发私信说让我尝一尝。哎，你们确定这种东西？我买的不是为什么？大家好，今天在蜂场给大家吃一个蜂巢蜜啊，现掰的蜂巢蜜，看好了，老铁们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！你别笑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桃子，听说好甜，我来试吃一下。啊，甜！很多朋友都问我，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？给你们看看我们农村的西瓜是多么的鲜美多汁啊！哇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哇！哎！哎呀呀呀！啊！好吃，哎，你喝过这个没？是坚果奶的味道。大家不要听他的啊，他说难喝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。小乐福，小乐福，麻烦给我帮我跟厂商说一声抱歉，他是只喝那种甜不拉几的。真的很难喝。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，你知道？你们不要听他，你们听一个6岁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好吗？他知道越甜越好，奶制品里面。这个真的很难喝，难喝的难喝的像药，难喝的像爸爸死了。好好吃啊！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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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